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海婷。今天我们来吃很多人都不敢吃的一个鱼腥草，来听一下声控的声音吧。其实我超爱吃，我从小就会吃这玩意儿。他很多人吃过来的原因都说是鱼身上那种很腥很腥的味道，然后就叫它鱼腥草。这个啊，很香，很好吃。这东西在我外婆家经常吃，老下饭了。我觉得不是腥的味道，就是草根的味道，很清新，就有点费牙口。YYDS， 好香！你们敢吃吗？美味。我把勺碎一下，吞下去啊！免得等会你们说吞不下去啥的。太大口了。